娘。蒋思远出去。出去。干嘛呀？天天在那个俱乐部鬼混，好好的班不上，好好的书不念，原来天天跟别人的老公厮混在一起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他的年纪可以当你爹了？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去，我们一家子怎么做人？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！这件事情你要瞒我多久？你现在告诉我，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？你跟他之间有没有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你不要胡说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呀，有话好好说。你跟孩子发那么大火干什么？你别说了。到现在还瞒着我是吧？你们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是吧？你看他什么都没有，你会天天倒贴他吗？你会连他的照片都舍不得删吗？你自己看看你比心的样子，李子宁，我对你太失望了，李子宁，我怎么会生了你这么个不知廉耻的女儿？说什么呢？这是啊，怎么这么敢跟你说话呢？对，对，我不知廉耻，我不要脸，我是你再结婚的累赘。我的出身都是一个错误，你说的都对。行了，算了。李子宁，李子宁，你干什么呀你？放下！李子宁，你给我回来！小爷，快棺材，快棺材啊！你这是怎么了？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，真的无家可归。跟你妈吵架了？为什么不能像你这样？他为什么不能像你这样问我到底在想什么？为什么他总是不相信我？西米，你放开我的女儿！李子宁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给别人当小三，你就不是我的女儿。你跟我回家，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，开我！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在你眼里，我就是那么不要脸是吗？你们冷静。你想看的不就是这个吗？好，我满足你。你们冷静一下，你。不是你们想的这样，你们干嘛呀？干嘛呀？爸爸，禽兽，干什么呀？这让我女儿上床了，是我自己喜欢的，跟他没有关系。能不能冷静点？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是我，要给他拿放了。什么情况啊？老婆，不是这样的，这是个误会，不是他说的那样。你还想抵赖？我都亲眼看到了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女儿19岁，你是怎么勾引她的？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回家吧！你干什么？你现在还在维护这个禽兽吗？和你实在是说不通，懒得跟你说。
还有你，还有你，你老公诱拐少女，你还护着他？你以为你女儿就清白吗？如果她是清白的话，你这么骂她，她想死的心都有了，你还不去看看她？告诉你，西斌，跟你没完。子宁，子宁，苏醒，老婆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你听我给你解释，不是你看到的这样。老婆，我知道这确实很尴尬，但事实上不是这样。妈妈今天有事，你留下来跟爸爸一起玩啊。老婆。爸爸，妈妈说这是给你的礼物，说是给你设计的海报。儿子，你先替爸爸拿着，然后过去跟哥哥玩。爸爸去找妈妈有点事儿，等会儿就回来。